首先要请出康永哥，你知道吗？已经请出了，我知道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康永哥是句号王。嗯，今天最后一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最后一期。还有夏季。还有夏季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呀，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赞助商源源不断，金主爸爸。可是下一季不一定是你主持啊。我觉得换陈赫都不会换。陈赫不来，我就不来。我可以一直在这里。我跟容祖儿是收到说今天是交接，因为腾讯说你请产假，请产假。不要乱说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抓狂啊？那个陈伟霆呢？陈伟霆他也是比较近的。我有一天陈伟霆来跟我说，我们大本营要合作一个舞，我下午到，然后下午就要录，他说肯定搞不定了。然后我到了以后呢，我就跟他学了一遍，我就会了。他说他的舞蹈老师都要学2天的，对，你就是5分钟，他打击非常大。